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玩一个新节目，今日欢迎大家嚟到动漫看。咁今次动漫看呢这个新嘅节目就会介绍一啲动漫嘅一啲新闻咁样啦。第一件事就系《鬼灭之刃》啊，将会最后两集就加长啦，系啦。然之后佢就会听闻啦，就会出呢个剧场版，就会分成呢个三套嘅剧场版啦。会唔会好似无限列车咁样样呢？跟住我哋可以见到啊，呢个时树嘅时态无一郎，佢点样同呢个初代嘅日之呼吸嚟对战啦？个人都系非常之期待嘅。第二套啊，怪医黑杰克啊真人版啊，咁由6月30号就会上映㗎啦。咁由呢个高桥一生做呢个男主角啊，高桥一生之前佢同绫雅瑶拍嗰啲戏啦，係啦，都系一个唔错一个男演员啦。咁佢做高，佢做呢个黑杰克，就係我唔会做啲好细手术救返病人嘅手术。我系 Brad Jack 呢个。今次呢个奇利啊，系由呢个女仔做啊，咁唔知又会擦出嘅乜嘢嘅火花呢？另外啊，仲有呢、這个喺睇一睇真人版之前，可以先睇一睇青年版嘅黑杰克，佢会讲咗呢个有死神化身嘅佢嗰个死对头嗰个医生奇利医生嘅一啲故事嘅前传。第三就是我推的孩子啊，讲咗话系由齐藤飞鸟做呢个主角啊，咁系咪除咗咩古咩古快啊，同埋呢一个Mana Juice 之外，仲有呢一个哔哔哔哔哔哔 ，co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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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哔哔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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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系啦。都可以睇一睇噶，我推的孩子，又或者希美希美添咧，系啦，咁咪会由7月3号就开始噶啦。第四啊，就系妖精美霸呢个100年任务啊，咁就系呢一个妖美完咗好耐之后啦，终于会喺7月7日长新年夜半无人宵雨时啊。就会上呢个100年嘅任务，好似系关龙族事噶、哦，咁唔知7月7号啊 ，FF 啊，哇，唔通真系见到龙族 Hi Auntie 啦，系啦，咁跟住就系呢一个第五套啊，就系呢个尼尔自动人形啦，系啦，佢就会出第二季啦，而家就补紧第一季啦，尼尔对于我嚟讲就其实唔深嘅，但都又唔可以话唔深，都几深刻嘅。明白就会明白㗎啦。尼尔呢个自动人形啊，咁而家睇緊第一季啦，佢就呢个 9S 同埋 2B 啊。个设定有啲似 R2D2 咁样，就係讲 2B 同 9S 嘅故事啦，机械人嘅一个故事啦。咁而家出咗第二季啦，咁相信如果有打过机嘅话，尼尔自动人形一定是会你首选之一。第六啊，就是这个 Inside Out 2啊，好像是6月尾有优先场添啊。7月11号就会正式上演这个广东话就会译做这个玩转老朋友2啊，这些译名译得挺好啊，就是玩转老朋友，今次除了有固定嗰几个角色之外啦，再加咗阿焦啊，焦虑个焦啊，阿善啊，羡慕个善啊，再加埋咗呢一个睇阿善啊，阿厌啊，讨厌个厌啊，被讨厌的勇气啊，夏娃系啦。咁呢啲迪士尼嗰啲虽然系动画嘅作品，但有呢一个少少咸波波脆，即含包含咗大智慧，都可以睇一睇㗎。咁以上就係呢一个礼拜发生嘅事。咁作为第一集呢、這个动漫看嘅第一集，唔知又点呢，都系冇写稿，写咗啲重点囉。
睇下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改进，不过今次试下咯，睇下第一集个反应出到嚟点样咯，系啊，定我呢个啊嘛 ，Inside Out 啊嘛，呢个 Frozen 嗰个咩 ，Let It Go，Let It Go，Hold the Hold the Power，Let It Go。另外咧，有个 Pixel 有嗰、那个。有个咧，我以前睇嗰个《虫虫特工队》咧 ，Pixel 佢一开始有盏灯弹弹弹，同埋有一个老伯伯喺度捉国际象棋，劲搞笑咯。好啦，拜拜。